车匠，职人洗车用品专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！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哎、yeah, ，公益车又来了，这次一样是牛头牌。哎、欸，这马神车之一嘞。其实那时候就是靠这几台嘛，打出了江山。伊那无这几台就无后边来投他。这个新车的时候，我还在学徒，人家搬金，人家凑凑凑。我记得曾经那叔叔曾经有一阵子是当做营业车，可是开不了多，又换回来了。啊，里程数差不多啊，才18万而已，目前。好，带大家看一下，史上门板最多的就是这台，最多颗的螺丝。我现在还记得里面有一颗，打开里面两颗，这打开里面有一颗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边拆开，哦，拆开，哎，你看这边还锁了一颗，哦，这里就神奇哦，那个每一下人绑起来绑不起来，还有这边拆开之后，你看加入螺丝，螺丝，螺丝，超多的，加入几台，这台冻掉哎，都要跳喇叭，好，这是有皮椅的啊，使用也算还可以。哎、欸，一台皮亚怎样就难用哎，18万就是小块六皮啊那样啊，这个没有气囊，哎、欸，这个会动了，你看，哇，请干爹，干爹有机会了，干爹有机会了，放太久了，生锈，小块生锈，生锈，生锈呀，好跳过，到时候清一清呐、啊欸，你看，机器头啊拢有嘞，好像没什么，好了，我们去看引擎好了，外表还算可以啊，小刮伤都有了。打开就很正常嘛，老车都是这样嘛。这东西要备盖嘛，有点渗油，换成机油啊贵。正时皮带17万多哎，哎，这好像每一台都是这样油油的哈，抛完油这类啊，好弄个油油啊。皮带看起来是蛮轻的啦，到时候我们再看，不行就是换而已。被水桶捂卡年代久远，呼呼啊，哎呦，呼呼呢。看起来就是从这边一直漏下来的，变速箱也还好，那边欠该换吗？啊，这这是该换，嗯，要换的。水雾造出来的那个。接机那块哦，加压一下，好不好？嗯，咱加压一下，看会不会喷出来。电话没讲，这玻璃，所以拢没雾，你看哦。啊，这台是1.6的，有没有？是 A。啊，以前那个 LA 有没有？那个7A 就是1.8的。啊，这一台如果是2.0的话，引擎都跟 Premium 一样，就斜斜的。底盘看起来哦，乌啊啦乌啊。这一款有喷过可以加，好像从上面一直下来的嘞，可能要先等下去冲一冲了。这欧油啊，你注意看，从上面一直下来的，这个是油底壳嘛？油底壳我们应该换过很多片，应该大家都知道。壳怎么看喷成这样？对啊。阿加，这马刚刚捂嘞，换成闹几后尾，啊，避震器不错，这个让我鬼的，这个还蛮轻的，哇，对，这个蛮轻的。现在是最大的问题是漏油而已，先摇一下。好，没有，我现在已经越来越厉害了哈。摇一下就是底下这样会摇是正常的，就是轻一点，它会扣扣扣扣扣扣啊而已。啊，这个是普式的，还不错。像你看哦，旧式的底盘啊，反而比较好。你看老 Camo 里也是一样，有没有多连杆的？多连杆。对啊，看这是老油吗？哦哦的呀，防尘套破了。防尘套都是破的，后面是破。啊，轮胎看一下，咻，这样。哎，有较久一寡，因我29周。15年。对。啊，有点久了。这应该有肉，应该有肉，看起来那是油油的。我看完了，好了，等小陈，他等一下要哀哀叫，他等一下讲说啊，这个，哎，瘦两条嘞，我电话快到，对不？瘦两条，那就是有肉，好，对啊，哎，我刚没看到，我就是才看到的，一条不够用两条，两条不够再第三条上去，啊，这是真的要换的啦，我这一条也换过了啊，这是下水管的说话毛花龟，嗯。下水管的一个，啊，所以现在要怎么办？现在一人一只，现在一人一只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，
啊，这個、都湿的，湿湿湿湿。我看其实蛮湿的啦，湿湿有好几种。哇哦，这个真的我们这个是大湿的，这个大湿啦。哎呦，这个有机会哦，有机会。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螺丝是没锁紧。哇，贵正直逼大要建立共情。哎呀，今天应该有换过啊，我不吃跳的哦，没啦。哦，收完了。来来来，你说。我看了真不改啊，完全是恁的啊。对，对吧？所以这一个，我们先把它锁紧，锁紧之后把这边清一清，因为它后面其实没有什么漏，都漏前面，所以应该是这个没有锁紧、啊。正常都是漏后面嘛？对，正常会从后面开始漏。下面很多啊，都湿的、啊。就是从上面流下去的。是啊，流到下面去啊，嘞，几张鬼啊，我那边弄啊，这拢油啊，对啊，这拢洗洗的啊，这鬼的拢爱洗啊。哎，真正的嘞。塑胶，塑胶。可是他这个没有换过了。对啊，对啊。我记得有扣的。有啊，扣胶怎盖？曾经有变过线，开做皮卡丘。这边看得出来啊，很明显，很好，非常的好，非常好啦，好优秀，好，就这样子啊，可以开嘛，对不对？这样的循环吧，这样的那看得出来，这规个无一位是呆。等下拢先洗洗再讲啊，洗洗开两缸啊，这样真的看不出来啊，这样就是整台车报备，好安排。刹车皮都还够，你说老车归老车，湿半边还算合理，可是他连这一边为什么会这么湿，我搞不懂。还是二战，他是不是又没有锁紧？阿哥，哎，无一条是安尼啊，我想讲头前搭搭那后边老个安尼，他三日头放亮哦。你为了节目好看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两个19的应该是还可以啊，1934周嘞，啊，这应该可以。好，来哦。气门式垫片 ，PVC 拔的，橡皮啊，硬掉的那个。哦，那个。啊，因为你都要拆这个，就顺便换了。因为拆下来，我也不敢保证它是好的。这个是传动轴的油封，上盖那个气门式盖的那个垫片。垫片那个已经都爆掉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松嘎，是的。这一个知道哦。垫盘那个。对。好啦，再来就是这个气门式盖里面的火星塞垫圈，这个。拆起来看啊，如果状况好就没办法换，我只是先叫来预备一下，不然到时候又要等。然后还有避震器，后面的避震器，现在新的都改了，都把它改短，旧车的很长，看起来很像现在车子的前面，嗯，有没有？很长啊，这避震器有多长的？有漏吗？这里还是有啊，湿的，有没有？这边这个角落，后面比前面好一点，后面其实没有像前面这样整个湿下去。好。拆吧，拆吧。但是拆之前，我要先把它洗一洗。你说什么？这个是盖子，这泡也太多了吧？操！这个哪有人这么满啊？这还是喷出来。你看它这个是 hot， 有没有？你现在已经下去就已经超过 hot， 这泡也要抽一点起来啊！它连给它透气的空间都没有，有没有？上线，哎，再 hot， 对，啊，这样就够了。我要先全部洗一洗。再拆鸟盖，发电机前面能不能转？前面有发电机，然后发电机看起来是新的，新的，换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换过了，换过了。我们问了，就好死不死，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挂了。啊，拆盖子吧，好像那个油封应该用不到了，这里面都干的，有没有？所以那个油封应该可以不用换。重点是这一台麻烦的是要清，它整天都是打胶的。哦，会不会扒太紧？正时皮带真的是有换，这都胶打到里面去，
然后这个柱子上面有没有全都是胶？这个不用换，这个还是软的，这是新的啊，刚刚看到，对不对？还蛮新的。这个等一下到时候洗一洗。最不喜欢的工作就是把胶除干净，然后还不要让它掉进去。掉进去怕到时候卷到齿轮，有没有？当然一点点基本上是没有差，但是我们能尽量不要掉进去就不要掉进去。假设掉到油里面，它会先被吸到那个滤网，它吸多了就会卡住，润滑就不足，然后引擎就爆胶了。车匠，职人洗车用品专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清的差不多了，结果我们发现不是从分电板，分电板是没有漏，是从这边，是从这边跑出去，对，从这边流出来流下去了，所以分电板就不用弄，分电板就不用弄了，要打胶的地方再清一次，我们就可以来装了。啊，这鸟盖都洗干净了。对啊，换这个橡，这个千万不要断在你，现在好玩的来了。千万不能掉进去，太干了。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啊？不是啦，你就这个真的很难搞，你就知道它已经跟化石一样硬的东西了。所以你都叫我做这些危险的啊？我没有，对不对？哎呦！有没有完整啊？哎呀，啊这么软哦？对啊，这个就是上一次没有换啊。硬掉了。啊，丢了！这个我紧张的要命，这样这边就不会再漏油漆出来了。那这个新的呢，很好塞，新的都不用上油，可以直接塞进去。好，这样就搞定。现在我们就把垫片盖一盖就好了。这要打胶吗？不用。要，这也要打。这个一定要打，这个不打封不住。但是它只有打几个点而已。你刚刚看它整个打满，对不对？其实它只有打几个点而已。不用全打，那就是打这个点，跟后面，然后这里也是转角处，对，还有一个这一台比较特别的，因为它这边有个半月销，所以这个半月销要打，啊，因为它有个洞，它有高低落差，所以这边打起来，这样子我们把它盖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再來就是把它锁紧。新的，这个要先挖出来啊。还有一个铁片，它不会给我连铁片都打胶吧？会啊，我觉得就是会。我倒了。哦，开始又输了。早知道就叫副厂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副厂会有盖子。副厂有盖子，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可是原厂的还是比较耐用，我还是会依原厂的为主。还有，可以不用换。还不错。有没有？嗯，亮红色，颜色不深，还会透，蛮亮的。那个油封要换了。对，你有没有看到里面有一条金色的？嗯，有。它都不见，所以才会漏。那就是上次拆船弄走的时候，可能勾出来了。来，有，我看到了。这一圈，这一圈就是破紧的，它其实是弹簧。是不是不见了？对，它不见了。如果它还在，可以不用换。如果它还在，就不会漏。泰山，我找到了。找到什么？它一定是卡在传动轴。
尸体，尸体还好没有卡在里面。Okay. 我刚刚一直很想问你说，那他的尸体在哪里？你可以不要问啊，不要问那么多啦。大概擦一下，我也没办法清得太干净。他应该是没办法洗掉这里，洗不到了，这个只能用手就这样擦了。嗯，因为这个很。哎呦啊！现在要装回去。说。好。哦，这个也是捏下去有感。里面东西碎掉的感觉。哦，很有感吧？这桥都是沙。什么东西碎掉的感觉？这边很明显，是吧？然后很痛。这个不把它清干净，新的下去有吗？还是一样会有？不是，它有的这个结晶凸起来会变尖的，会把新的久了就破了，会刺破。好了，是不是好很多？你看一下吧。OK 了吧？这边稍微擦一下，手该没办法磨，只能把它擦一擦。这个怎么那么厚啊？抹一水，上水管就搞定。非常的难拆，这个跟油芯有仇吧？它也弄得太紧了吧？对，这个跟油芯真的有仇啦。出来，先来加油，水我已经加了。换边，现在在洗水路，水超脏，所以要洗很久。还是有啦，只是干净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这一条管子也换新的，盖子也是新的。都处理好了，不用看材料，看工资就知道换了什么材料。来，保养，好，我胶啊挂，好啊钩啊，上下水管刷啊，水箱水，避震器，我一条油管，护水桶，水箱盖，干那钢筋都开要几万的啊，避震器嘛拢换，只有换后避震而已，前避震没有换。发电机我们也换了嘛，垫片螺丝，上下水管，哦，分电盘啊，欧令，老油拢处理啊。每次都是不修当初预想不到的，我本来那时候没有洗车款呀，那行话讲的哦，少少，嗯，对不对？哎，洗完哎，不灵不灵亮嘞，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好好很多。你知道我洗完放在那边，人家跟我说什么？哎，阿志老弟扣惨了，我要证实我们，我确定我们没有烤漆，因为后面它只有伤，好，不是前面也有伤啊？对啊，好，可是它就是存在还有一点不完美了，到时候就因为就会惨嘛，到时候都按那修掉一下，保险杆啊，后面就是还是有，对吧？草叉撞。方向盘我们还会处理，它现在是这样，我们要拆下来记下去，把它记下去啊。对，它没有破损，可是变成它怎么了？韧体，韧体啊。对，它已经松掉了。松掉了，把它弄紧实一点。好，我们顺便试车就可以圈圈。好像上一台忘记没给你关。没有，上两台都还没圈。上两台哦，我欠那么多钱哦。我欠很多钱。好，赶快赶快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泰山开过了，这保证。我开过一次。一两天了，对。应该公司要派一个多一个证照给你，走，专门帮我们试车，只要可以通勤两天以上，这车就是
合格，哇 ，CAS 合格的这个猪就是盖章，对吧？冷气会冷，可是因为太阳那种晒嘛，热热的会往身体这边推，所以风要大一点，不然你会吹会觉得不够冷。诚实，我觉得是 OK， 该检查的、该漏哎，或该用哎，那弄用啊。我们不敢说修了就不会坏啊，车子就是边开边修嘛，我常讲的、啊，老车子讲的，你老白出力，你出开路短点。四月、五月，我忘记哪一个，一台是 K8， 嗯，一台是青鸟，青鸟，青鸟比较贵，青鸟是17万多，17万多，啊 ，K8 是10万，10万2千，10万多，这边174678块，嗯。我们就一次捐好了。还有以后我们就是上一台车的款项，就是下一台的公里车在那边捐。好了，耶、yeah ！好，捐了两个，好，就是4月跟5月，好啊，一个是社团法人台湾巴金市政，啊，这个是。防止台湾防止动物虐待动物的，好两个。啊，到时候我们会把1月份到5月份统计一下，我们大概5个月大概多少钱，我再累积一下。啊，一样都分3个，我们新车主跟原车主，好一样，这边也是3张，好都是各3张。嗯，那我们回去吧。耶、yeah ，回来了，试完车，好车子大致上都是 OK 的，冷气去的时候比较热，回来都比较凉。这个是6月的公益车啦，因为上个月比较忙，我有点拖到。再重申一下好了，他之前当过营业车，短暂而已，里程数只有跑了18万，那时候也是舍不得。我记得是他叔叔的车，量力而为啦，因为老车，这个车就是几万就可以来下标，而且花了蛮多钱的，1998年的 A9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哦。我来赶快再做下一台了，耶、yeah ，拜拜。Ultra Dash S3。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